子怡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？我现在没空生你的气，这下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傅泽义一定有事瞒着我。Surprise！ 冲我、啊、你怎么回来？那个我今天不太方便。哎呀，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可是天都这么晚了。喂。你别赶我走，不如我们做点两个人做的事情吧。我不用你挂念，我只要你看见。